他并没有提到谁又丑又矮，而是说谁比谁漂亮，所以别人没有说过的话也不需要这样偏激的解读。来去评论我的外表跟身高本来就不妥，他们也道歉了。可是黄杰却说呢，这只是我的偏激解读哦，说别人相由心生丑到不行的，其实是徐巧芯本人，所以也请他向当事人道歉，才能以德服人，而不是徐巧芯能，别人不能。黄杰到现在还在帮民进党以及周玉蔻洗地吗？那请问黄杰，你是觉得周玉蔻过去的这种种抹黑很棒、很美丽，还是呢，你是因为你的国文没学好，就像你的以色列防身术没有学好，学成闪电五连鞭一样？我想你的国文老师可能正在厕所哭泣。大家可以比较我们的立院表现，而不是比较外表。所以呢，外表做评论确实不妥，党部的小编应该要马上道歉。那昨天也看到他们马上道歉了。那我还是还原一下党部小编的原话，他并没有提到谁又丑又矮，而是说谁比谁漂亮。所以别人没有说过的话，也不需要这样偏激的解读。那真的有骂过别人丑，说别人相由心生丑到不行的，其实是徐巧芯本人，所以也请他向当事人道歉，才能以德服人，而不是徐巧芯能，别人不能。黄杰到现在还在帮民进党以及周玉蔻洗地吗？民进党的高雄市党部，我用市党部的这个名义来去评论我的外表跟身高本来就不妥，他们也道歉了。可是黄杰却说呢，这只是我的偏激解读哦。别人没有说过的话，也不需要这样偏激的解读。那请问，那我们国民党的中央党部如果来评论每一个民进党的女性明代的外表跟身材，黄杰可以接受吗？所以黄杰这样子的说法哦，我觉得是非常夸张的，因为连民进党高雄市党部都正式的道歉了。那请问为什么还要持续来护航呢？那请问黄杰，你是觉得周玉蔻过去的这种种抹黑很棒、很美丽，还是呢，你是因为你的国文没学好，就像你的以色列防身术没有学好，学成闪电五连鞭一样？我想你的国文老师可能正在厕所哭泣。